我主要是，钛金铜像，铜的多。你别笑，你笑他就。哈哈哈！你别笑，说挺好的，嗯、我们都听懂了。啊，钛金佛像是什么？钛金。钛金。钛金铜像，镀金铜像。哦，镀金铜像。我藏语说句简单的，汉语，哦、行，全部都听得，我就都说不来。你从几岁开始学的？我从12岁开始学的。12岁就开始学了、哎哦、是谁教你啊？我爸爸教的。你爸爸教的？哎，有儿子。你儿子想学这个吗？想学，想学。我们是传承人嘛，这我现在第6代人嘛，我们家里在打火箱。哦，